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米雪。嗨，我是千美。我们今天呢，透过日本一个很棒的日本代购网站，买了一个小玩具，角落生物的食玩吗？应该是食玩吧，它可以做一些角落生物的软糖，感觉很可爱哎，看起来超可爱的。除了做东西出来以外，旁边也是一些很皮花的东西。那我们就来做做看吧，应该很简单吧？看起来。就是我没有自信，他对象年龄八岁以上，超过八岁几倍了，二叉岁了，这个八岁的东西你没有自信，来开，哇，还有两只哎，很有分量，很有分量，感觉不错，不能按，这个不是说明书，这个不重要，这是一个底座贴纸，我们先把所有东西拆出来好了，好容易分心的人。暴力拆解法，我们就是没有要拿任何剪刀的意思。有两个，旁边可以丢垃圾吗？可以丢这里吗？我等一下再捡起来哈。他乱丢垃圾，我会捡起来。哦，你好会拆东西、啊欸，好好拆哦！他怎么可以做这么好拆啊？我们看一下，我们有一个底座，两只动物，一个说明书。两个盘子，太阳盘吗？三个水桶，然后他就没有说了。那其他的不算你赚到喽。贴纸，最喜欢贴贴纸。很难呢。哎，我觉得贴纸很难贴。看到这个，我就这样。不错啊，不错啊。OK。放进去的，千美乱塞 ，yes， 给他一个水泡，对，好妙，然后水桶不会掉，放上去哦，好，他坐在上面，不太一样哎，图案一点点不一样，我看一下，这个先好了。耶！整个很卡的一个游乐园。OK， 那我们煮完了，这些就是呢，我们等一下做软糖所有需要的材料。那我们第一个步骤要先把这个底座抹一点油。哎，这软糖感觉会超油哎，要 OK 吗？我们要吃掉，啊，给外面的人吃。对，好，我就先这样。哎，准备把它拿走，我们少女。好。然后第二个步骤，我们要拿一茶匙的可尔必斯浓缩液。好少哦，真的吗？因为我们觉得一茶匙好像太少，所以我们改了一匙，擅自改分量，没错，就是这么任性。那我们的水也变成一匙，好，一匙。啊，我们加个热哈。它变好奇怪，我刚刚在微波炉面见证了它奇特的发展，然后我们再加五克的吉利丁粉倒下去，然后拉拉克尔必斯，一身酸酸甜甜青春的滋味，很符合这个玩具吗？有没有玩这玩具应该还没青春，对，还没青春，不能拔，好，没有那么好闻了，看起来好奇怪哦，刚忘记说了，底座我们要放些冰块，然后它才可以凝固。那我冰块很小颗。2、3、4，再加100克的水。我们数学课哦，15、30、45、60、75、90。哇，好厉害！两个无帽的，两个，生活智慧王哎，上了上了，好上。对，你会这个歌？不会。哎，我是不是 too much 了？你 too much 了啦。点到。太少。点到为止，点到。好了啊，这个就被淹没了，是不是？那个就死掉了。好了哦，睡哦睡哦。哎，几点哦？哎呦，下一位是炸虾吗？不是吗？我不知道是什么，它有一个帽子。
应该是个兔子吧。哦，是说我们颜色，是说我们颜色都一样，但是其实人家盒子上面啊，他们做了好多颜色哦。怎么办？我们没有这么多颜色。吃健康的啦，吃健康的，加健康的啦。他真的是炸虾哎、欸！对啊，你要对着他把两他放在一起。他真的是炸虾。对啊，你有在凝固吗？你觉得他好了吗？抽看看。哦哦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你要怎么样把它完美的拿起来？我是从他身体这样抽来，就像吃章鱼烧这样，你知道？章鱼烧没有错，章鱼烧在旁边，要把它滚起来、啊哦。我说我在吃章鱼烧的时候，它破掉了，破掉了。哎哦哦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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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可爱哦！看得到吗？可是它很油呢，因为我刚油好像加太多。哎呦，很贵呢，你可以卖章鱼烧。我可以卖章鱼烧，我在 Holy Share 有卖过章鱼烧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。完全看不到它的脸呢。下一颗，挖这个很好玩呢，你挖一下，你挖一下。我觉得这个比较好挖，有像刀子的感觉。我现在先戳旁边一圈，画下去，画下去，好疗愈哦。然后再把它往上抬一下。起来哦，起来哦，有没有？起床了，哎呀。哎呀，哎，你的杰作，你的杰作，谁啦？它破掉了，哎，破掉自己吃哦。给我一点时间哦，等一下哈、哦。它是炸虾吗？炸虾吗？它是兔子，我忘了再戳它眼睛。哎，它被你戳破了 ，QQ 的。哎呦，是个手掌还是什么的吗？还是它脸？它是一个角落生物，我看出来它是一个。它们不是每个都是一个角落生物，我以为是一个手掌，是一个雄鹰。我想要挖这个大的，还要使用不一样的技法哎。挑果冻训练班就在这边报名。嗯，就要胆大心细啦，胆大心细。哎，真的要报名哎。那全部都同样颜色，好像有点可怜。这些就是我们刚刚做出来的角落生物软糖，那我们就试吃一下吧。哎，就你也是用搓的，我以为你要像刚刚那样很少女的拿起来。因为我刚想说千美都是用搓的，它看起来是一只企鹅啦，我自己也看不出来吗？看得到吗？看到吗？一只企鹅炸虾，被毁容的炸虾。哎，你竟然那么小还不吃一口？好奇怪哦。这是一个凝胶的东西，这味道，这口感真的很奇怪，不是果冻，也不是软糖，只有你知道，所以就是你觉得是不好吃也不好看，就是它不够清澈，所以看不出来我们角落生物很可爱。然后这个冰块加盐加水之后很冰哦。水上游乐园哦，水上游乐园哦 ，Saving， 好冷，真的很冷。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们点个喜欢。想要看我们做更多食玩类型影片的话，记得留言告诉我们哦。还有不要忘记要订阅我们的频道。那如果你对成为节目里面的八婆，有什么八婆有兴趣的话，看说明栏的资讯哦。那个大家来吃一下，快点，丑死了，很丑哎，你们的模具呢？吃。好恶哦！这么恐怖，好恶心哦！不会这么恐怖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吐出来，哇，可以吃吗？可以啊。对啊，你们做效果，可爱在哪？臭臭，你好臭啊！好奇怪，有一个奇怪的味道。要去哪里啊？好臭、哦！没有吃，没有吃。后面有个油还是什么之类的味道，这东西不能吃。